还什么呀，我老婆最棒的还有个屁呀，啊，这有个性啊，反正就这样，慢慢费好的，不要钱，是吧？慢慢费好不？我们就是为了帮他们一下，他高兴活了，我们心里还可以的。看似普通，其实他不普通，可是他健口脸，是大爱才能做到这样。人生无常，最幸福的事莫过于与家人一起平平安安地吃顿饭。我是故事讲述人寇振海。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爱侬。不是我爱你，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。那就肯定是良性。心里面石头放下来。对对，那这个就是良性的肿瘤。噔噔噔噔噔，把我吓了一跳。走了，回家了。走了之后不要回头了啊。我再问你，一个人上午被确诊为癌症，中午他会干嘛呢？当然是吃饭。一起在这里做饭的都是癌症患者，或者是他们的家属。我熬药十年，我就感觉哎呀，有钱都没用了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还不过一天算一天，那穷得了吗？死掉就好，还不死是终其一时没粮食，今天过一天开心一天，保住一天。熊阿姨是这个厨房的主，面对这些癌症患者，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不要想那么多，先吃好这顿饭再说。凌晨四点，老万就出摊了。再过一会儿，有人就要来打稀饭了。老万和妻子熊根香在这儿干了快20年了。一年前，他们早上还炸油条，今年不做了。但有一件事儿，老两口坚持了13年，今年还在干。打稀饭喽！王金拿钱了，打2块钱了。别急，收了。王金拿钱了，没钱算了。自备食材。炒一个菜1块钱，炖个汤2.50块，热米饭1块钱一盒，锅碗瓢盆水电煤全算里面。
老万的店就挨着江西省肿瘤医院。13年前，他炸完油条，一个癌症病人家属过来问他，能不能借个火，想给病人炒个菜。后来，借火的人就越来越多，大家亲切地称这里为“抗癌厨房”。照顾老太婆的，干嘛好？哎，这个时候老了，干老了，干真的要这样的。6年时间了，不要说有钱了，金山都没把你搞倒啊！金山都没把你。什么病？脑袋进水了，人家说你脑袋进水了，他进水。这是老夏，厨房的常客。走吧，谢谢老万的。哟，好粽子吧？啊 ，sorry。搞错了你吗？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第三女生哈，走了，坐好。还什么还呀？我老婆最棒的还一个屁呀！2015年，妻子曾京飞被查出宫颈癌，隔年，癌细胞脑转移。2018年，因脑部水肿压迫神经，老伴儿失去了行动能力，瘫痪在床。啊，搞死我！一个钟我最多睡了估计20分钟，但是睡了一下还是不然头痛。又没有觉睡，又没有那个，我说你再这样再搞我都受不了了，我说我都要自杀了吧，你这样真的，我一下都没睡，你怎么行？晚上睡没有好睡，每天我想休息啊，他也是哼得我半死。他估计是他哪里不舒服，但是他就说不了，说不出来。嘴上抱怨，手中温柔。老夏能做的，就是尽可能让老伴儿舒服一点。不能用嘴啊，知道吧？站一下，站一下，站一下，偷一下，偷一下，偷一下。与老夏妻子同病房的。是结识了多年的病友。哎呀，烂兄烂弟哟、哦！你老婆对你好吗？哦，好好好，他也说了。好，好好好，慢慢注意好的哈，慢慢会好的，不要急哈。嗯。那个时候我也三年了，我也刚好在那里。那时候你老爸会走路，我这个一生病就不会走路，一生病就瘫痪了。我现在这个肌肉哎，我以前这个胳膊好细的，现在膀子哎练得跟男人一样的了，膀大腰圆的，现在练的是，非常的，摇下摇下腿，哎，抬一下，拿掉啊，这种蛋不要拿掉了，走走走，抠走，哎呀，对抗癌症就像一场长跑，
他损耗着一个家庭的精力。等于是我小孩子。哎，算了，我不想说，说不下去。反正就这样，慢慢会好的，不要紧。是吧？慢慢会好吧？会好啊。日子就这样慢慢过了哈，难过总要过了，怎么难也要过。80.8了。老夏今天要做鲈鱼豆腐汤，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拿手菜。我也只会做这个菜，那什么烧啊、炒啊，我搞不太来。今天这个鱼没搞好了，放坏了酱油了。老太婆，今天这个鱼没杀好嘞，杀不白。我一天到晚除了讨债宽心一点嘛，在医院里面不就像坐牢一样吗？我开了，老大伯，搞饭，吃饭饭。老太婆说我老婆怎么还吃得了这么多饭？我说我老婆大夫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他不相信。他老婆人好心好。对呀，我有正常的后盾在这里伺候他，肯定带货身上没问题。走了，搞定了，明天再来。来几个，十五层给他换一下吧，背下名字哈。老黑，老婆子。哎呀，做好吃的今天，到家高兴吧。对于老夏来说，生活变得很简单，做好老伴儿的一日三餐。哎，别他爸爸呢？他不是烧我们家的饭，他而且以前自己也开过馆店，想也没办法，想念肯定想念的。我很想他赶快爬起来走路啊，但是没办法爬不起来啊。不说你了啊，我老婆最棒的啊。
没有云台。啊，老师来了。好，丫头都赶紧来。那阿姨生气了，就开始往你买烟。哎呦！好，跟那时间都是时间快那么大了，都不懂说。好好好，你要不要跟阿姨讲变化？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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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记住。心上的人又飞，好过来哟。大哥，照顾我本人，癌症，肺癌，家里人没时间，自己来自己照顾自己。那你刚刚说你当我们的生病的时候，也没有说这个怕是吧？嗯，不怕。这个老天给我们这个任务就你也推脱不了，自己就完成。能活的一天是一天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老人家生病这段时间照应他都失眠了，这就叫老有所依嘛。我们做儿女的不依靠，依靠谁呢？我见过你就很后悔当时的决定。我爸爸要我留在家里，我是招亲的嘛，如果下次去可能我爸爸就不用这么累，可能也不会得这种病。只要他能活着呗。一道菜就是一份人生，端出来的是一个家庭的酸甜苦辣。2019年，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最新癌症统计数据，中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约392.9万例，死亡约233.8万例，平均每天超过10000人确诊癌症，每分钟就有7.5个人被确诊。我们就是为了帮助他们一下，他高兴活了，我们心里还可以了。他更可怜，你不等到医院嘛，我们还可以开个心情给他过，他也可以开心，我也可以。我不跟你讲啊，成功后弄提前弄，老的走了，新的来了，老不走。张海平第一次来厨房。你几个菜啊？你带筷子了吗？你筷子干嘛？尝啊，不然怎么知道熟呀？阿姨，那你筷子啊。一年前，张海平的母亲被查出子宫癌，几个月后，癌细胞转移了。我都没有做过饭，我在家里啊，我现在叫我弄这些，我真弄不来。以前是我老公照顾我，现在我要学会照顾我妈呀。持续的化疗，人的嘴里都变得苦了。张海平想烧个菜，让妈妈尝尝女儿的心意。我的肉忘记放了。
这先放肉的哈。哎呀，哎，你看这不是跳的。你不能放火了。来来来，你放进去。放点盐在里面喽。啊。来，我来给你铲，过来。哇，还好这里还好些了，好多了。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弄。哇，你看他吃饱了。多刮点油吧，你这么吃，我要喝这哎呀，不管年纪大小，只要身体健康就好。是啊，哎呦，妈，我的疯了呀！你看这猴子。蛋了，我用蛋了，好吗？是，好像都没有吃过了。我妈可怜啊、哦，我觉得自己也不可怜了。我妈带我们三个啊，很不容易的，所以才会有我们这样的照顾妈。你先苦后甜，我跟我妈说。啊，见多了无常，越发觉得幸福就是平平安安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。再来一张纸，你说吧。这么长口的，我有这么长，40公分口，这么大，这么大，主流这么大，我们一拳拳的。现在拿着了，拿着了。范学景，江西余干人。一年前，他检查出肝部患有肿瘤，来这里治病。没写好。我还不那么大。一条鱼被煎碎了，老范觉得也不错。他天性乐观，所以没有被癌症击倒。你先走。啊，打气氛。打气氛嘛，打这么多，你家里好多人是吧？那我两家人，四个老哥，三个少哥。差不多了吧？哎，美女，换针了，没有了。你都没打完呢，你不要啊？一丁点酸。老范在病房里闲不住，化疗一结束，就往外跑。我把记者带来了，看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长江大坝来了，上电视了。那个就是做坏事的嘛，就要走，偶的要走，全是老妈都是扶着你就走。还不快的走一走，被鱼有臭下。好了好累，累死的我。我也有病，我搁这里。我拿掉了，看你走啊，这么丑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我跟他们表准备抽脸，高兴的，你脸色不好看，一家人都不好看。今天是，好吃的呀。
感觉的天都塌下来了，因为他是我的天，说的那个事。我在家里我也没做过什么事，这个家呢都是他担的，我在家里都是叔叔帮我洗衣服，帮我一直帮我搞卫生。现在好起来，我看到叔叔现在能吃能睡。也许是乐观让老范接受了癌症，但与妻子的相伴却让他扛住了一切。也不要我向我负责，那个生病的自己看，国家已报销，现在报了不多还行，50%，报了半个也可以。作为我们老百姓呢是可以，万万家生一场病就没有了。放宽点，心态放宽点，哎，要尽量，尽量好不好？什么菜呀？花小根。老板娘，拿菜过来给你换一下啊！快看，快看，快看！别，你放。你多放点衣裳哟。没有，吃了，吃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冷好冷，不能说冷好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两个人从年轻到这么老，从来也是在感情上也是很老，从来没两个人没有吵过，没什么东西。所以他得了病，我们也就没别的想，就是一心的把他吃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跟你说，夫妻之间志同道合，是吧？干了一点小毛病、小问题，先上来解决，这就是最大的东西，最大的幸福感，是吧？有事呢，大家都协商完，是吧？假如说我生病，我来照顾他，照顾我；他生病，我照顾他，是吧？夫妻之间就这样的。我不要。三天后，老范暂时出院了。同时出院的还有老夏妻子的病友，而老夏还在一边抱怨着，一边想着今天老伴要吃什么。
厨房，依然继续着新人至旧人归的时光。肯定很大了，你看两个劳动力在这里，我在照顾我老公，没有人赚钱的，是不是？我还两个小孩，经济压力啊，先走一步看一步呗。现在是车也卖掉了，房也卖掉了，都是为了看这个病。现在最幸福的就是能够陪陪一家人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就 OK 了。那我开心，就是我老公现在病情好转了，谢谢他的饭菜在这照顾我们，嗯，有好饭好吃，热饭热菜哦，方便哦，身体也恢复得很好，我现在也开心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反正吃饱了就行了。就是我自负的胆量。